在主要信息的感言部分，又或牧师提及音响界的阴谋。事实上，又或牧师已经研发出比第一代石安剑蓝牙耳机更优胜，达到70分的第二代石安剑有线耳机，并且成本只不过是15元。当弟兄姊妹参与过日战前夕试听会，已经试听过一些万多元耳机，配上数千元的耳框、数千元的播放器，一个差不多3万元的耳机组合播放出来的歌声，却远比50分第一代石安剑蓝牙耳机差。可想而知，假若对比70分第二代石安剑有线耳机的话，两者在音色上的差距就好像两个世界的产品。不单止质素属于两个世界，连价钱都是两个世界。是一个15元对比3万元，价钱相差2000倍的世界。吃一个价值30元的早餐，已经等于两条第二代石安剑有线耳机的成本。任食更加要比1000个早餐，即是差不多3年不吃早餐换来的耳机组合优胜。可想而知，这个真是两个世界。对于无良音响商家而言，我们现在身处的音响世界就是一个付出低劣音色却能赚取丰厚金钱一本万利的世界。当整个行业都这样做，宣称万元级耳机的音色都不外如是，只是比其他平价耳机好一点的时候，他们就会制造出一个世界，所有人都只能够认为要追求好一点的音色就要买一个万元级旗舰耳机，再好一点就要另一个万元购买耳框、播放器。当整个行业越同心，一同制造这个假象，就越能够继续赚大钱。然而又或牧师分析，当第二代石安剑有线耳机不断送出的时候，除了会带起大复兴之外，还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些能够播出全音域诗歌的耳机将会流入售卖耳机商店的店员手中。即使耳机制造商制造出音响界阴谋，以劣等音色卖过万元的价钱，而零售耳机的商店是不知情的话，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受害者，被耳机生产商欺骗。但当耳机商店的员工手上有这部价值15元的第二代石安剑有线耳机，他们就要面对一个真正现实的世界，一个不再受耳机商欺骗的世界。因此当他们面对自己的顾客的时候，就要有一个选择，究竟是推介石安剑为自己倒迷，还是关掉自己良心的声音，讲石安剑的音色较差，继续售卖播出劣等音色的万元级耳机，让这些听众继续沉睡于无良耳机商的世界。其实有些耳机零售商本身对音乐亦有一定的热情，甚至本身亦是音乐发烧友，才会将兴趣发展成事业。但当你将第二代石安剑有线耳机送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究竟会满心欢喜，还是因为知道自己将会生计不保而迁怒于你呢？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教会免费派出耳机会真的夺去别人的生计，但大家又有没有想过，要夺去全世界其他所有人的幸福，让人以贵价买劣质音色，无法听到全音域歌声，单单去养活一群自私自利、单顾肥己的既得利益者、耳机生产商，这个又合理吗？最可恨的到底是一群将原本可以卖几万元的耳机大量免费送出的人，定是一群一直为着赚钱欺骗所有人的耳机生产商呢？虽知道钛晶膜耳机已经发展了多年，甚至蓝牙能够解决有线信号流失的问题，这些答案耳机生产商早已经知道，但是他们却不会将这些解决办法公开，免得自己的利润受损。当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今年所出的汽车音响仍然采用蓝牙 2.0 晶片。2015年尾的产品售价差不多5000元的大厂播放器都只不过支援蓝牙 3.0 的现象。但是当第二代石安剑有线耳机出现，他们就不可以继续隐藏答案来赚钱。然而每当科技爆发的时候，新的发明取代旧有行业，众人都会以为假若世界真的出现划时代的好发明，就必定会被所有人认同、受人爱戴。但是历史却给我们知道，这个只是天真的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原因既得利益者的贪婪当然会掩盖良心的呼唤。例如众所周知的爱迪生发明直流电，即是现在我们所使用电池推动小电器、小灯泡的原理。相对于大型家电所使用的交流电，即是由特斯拉 Tesla 所发明。两个人是同一时期的发明家，甚至特斯拉曾经在爱迪生的公司担任工程师。现在我们更加知道直流电怎可能跟交流电比较。
假如现时的世界没有交流电，我们的科技将会倒退得仿如北韩社会，没有大马力的供电，家家户户的直流电只能够燃点一火小灯泡、小电筒，这个就是整个电力世界。但爱迪生和特斯拉的时代，即使是百多年前，由于爱迪生先发明出灯泡和直流电系统，于当时是划时代的发明，众多国家都购买了爱迪生的专利，成为庞大的企业。爱迪生为我们带来了不心电的电力世界，但历史比我们知道，特斯拉这个后来者发明的交流电，将会为整个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比爱迪生所提供更优胜1000倍的交流电世界，当然这个亦变成了爱迪生的最大威胁。作为发明家，爱迪生当然明白特斯拉发明的是什么，而他的选择正正就是为着自己的私利打压当年刚刚起步没财没势的特斯拉，令他在萌芽的时期已经被消灭，免得别人知道之后纷纷放弃直流电系统。这场对决被称为电流战争。爱迪生所用的方法就是恐惧战术，声称交流电很危险，在记者面前以交流电电死猫、狗和马，甚至以6600伏特的电力处死一头因为伤人而被判死刑的大象。因此，虽然特斯拉发明出交流电，但用交流电所推动的供死刑用的电椅反而是由爱迪生发明出来。当然，现在聪明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交流电必然会有的现象。用几千伏特来电一只动物当然会死亡，但现在我们家用的只是约100倍的220伏特，并且有着多重保护装置，再加上从小就被教育小心避免触电，我们总不会因为过量电力会电死人而不用交流电，只用不心电。因为我们总不能够因烟废食，因为怕近亲所以不吃东西。现在我们当然知道，只有愚蠢又无知的人才会相信爱迪生，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愚蠢又无知的人总是占大多数。因为这场电流战争中，纵使特斯拉带来了比爱迪生好1000倍的世界，但是他却成为了最终的输家，输晒所有金钱，晚年在酒店房中郁郁而终。而爱迪生则成为了万人敬仰的骗子发明家，原因早前的主日信息中，日华牧师已经提及，爱迪生很多发明专利都是从特斯拉手上买来。所以日华牧师分析，我们要懂得分辨，这些耳机零售商知道耳机的现实之后，究竟会愿意将最好的分享给人知道，定是宁愿继续助纣为虐，同耳机商一同合谋赚大钱，甚至要将石安剑消灭于萌芽的时候呢？当然他们不会知道石安教会和特斯拉完全不同，因为石安剑更是藉着神的启示才研发出来，世上从未有过的最好声耳机，他们要是诋毁的话，只会是举起重石头惹祸上身，引动了神的怒气，得着神烈怒的审判。